Mogę sobie mieć tylko pomyśleć,
上去都是那种危险，你的礼貌和你的面子是的，努力能一直不毁灭，就像一万一万光年，而且我不能继续冒险，尽管让爱肆意的坚决。就是不，然后再跟一个重拍，不要做做哒啦哒啦哒啦哒，再换个方位，给个方位，给个方位，蹦，给个脚，蹦，再拉出来一下 ，OK， 哒，啊，然后做脖子，做脖子，很简单，做脖子 ，OK， 放下来，可以放下来，我跟你讲，好，放下来，放下来。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来到天赐的声音的舞台？然后呢，有什么期待这次来？哦，我是一个喜欢活在舞台上的一个人，所以只要有舞台，有这样的曝光，我会去上。虽然说，我不能每一个人做得很好，但是我一定会把我个人的极致都做好。那对这次舞台有什么期待吗？对这一次舞台啊，因为时间真的很赶，所以我觉得我只要能好好的完整的去把这个舞台完完整整好好的去做到，跟我的搭档一起完成这个舞台，就很好。那自己打个板说，对，求生意非常的强啊！李振宁采访结束。就诞生了一首非常非常不错的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对于这对，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们。
们两个想要，因为这里还有好长一段。你俩放多久就好了，或者怎么样，走一下。来，凹起来造型啊，非常大长腿。